你小子比狐狸还狡猾，怎么样，跟着我一起干吧。难道你还想再回王庭陪着那个老家伙一块送死不成？我看他现在连最后一块盾牌也没有了吧，糊涂武司早已听到消息跑了吧。是谁给他送的消息？那个笨蛋他知道吗？幽仙王，请受我一拜。这没有人，只有我。为什么你在这儿？我的人呢？我的人都去哪了？这就我一个人，我在这送你。你送我？你送我去哪儿？我送你去你祖先那儿，送你去天上。你说什么？你要送我去死啊？你害怕了？你是单于，没有人可以羞辱到你。难道你愿意落到季侯山的手里，像一个虫子似的被他们嘲笑，被他们戏虐，最后被他们碾死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所以我在这帮你。这刀很快，一刀就好，相信我，你很快就可以解脱了。阿布，阿布，来人，来人，我的人哪，来人哪！相信我，你很快就可以回到天上去了，那里的白云很厚很厚，你很快就可以解脱了。带我去见季侯山。季侯山，多年不见，你已经由一只小山雀变成一只大鹏了。我隐居低呢？我隐居低，他已经回到他的先祖那儿去了，所以你再也不能羞辱他了。苍天和我们的先祖都不会放过他。哼，那就是他们之间的事了，我们谁也无法过问。我问你，我哥哥呢？你是说忽突武司？你没有见到他吗？也许他已经跑了吧。跑了？对呀、啊，你瞧你，你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眼居低一定会杀了他。或许他是得到什么消息，所以跑了。我
哥哥不会这么轻易跑掉的。不愧是他的兄弟啊，只有你这么了解他。怎么，胡图武斯已经是个成名的英雄，他当然不会跑。他在哪里？是不是你？是我，是我告诉他消息让他跑的。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我把他怎么样？季侯山，你还是沉不住气，你还得好好的历练历练。哦，不，我最尊贵的呼韩爷大单于，我觉得我有些口渴了，你能赏给我口凉水喝？没错，是我告诉他的消息让他跑了。你？我怎么了？你不相信？你表面上的确很漂亮，但是你是一条蛇，一条很毒的蛇。可是我这条毒蛇却从来没有咬过你和你的兄弟，不是？但是当年你趁着我们父亲去世，你帮助卧眼居低夺取了单于王庭，还有你害得我们兄弟无家可归。对，没错。可是当年你能离开这里，是我说服了卧眼居低，才令你今天有机会能够夺取属于你的权利呀。但是你为什么要助纣为虐？那要去问你的父亲。问我父亲？对，当年我被你的父亲招至王庭，是他发现了我并且占有了我，可是后来他居然不要我了。试问，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你受得了这样的轻贱和侮辱吗？所以我只能去找卧眼居低，虽然那个时候他只是个右贤王，哼，而且呆傻鲁莽粗鄙不堪，可是我只能委身于他，因为我要让你父亲看看他的女人居然可以随便去投靠一个最肮脏的男人。我如此轻贱自己，就是要向我最尊贵的虚里全曲大单于复仇。我就是要把他从高高的位置上拉下来，然后我自己坐上去。我要把我当年所有的屈辱全部还给他，不，我要一千倍一万倍的还给他。只可惜呀，我刚刚准备好他就死了。可是我的仇恨还在，像草原上的荒草一样烧都烧不尽，所以我就鼓动卧眼居低夺取王庭。我要让你们虚里全曲单于的子孙永远都坐不到王庭的宝座上。你这个女人太可怕了。我可怕吗？难道你认为女人就应该受到男人的玩弄和欺负吗？哎，可惜呀，我的心太软了。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我放出去的是只小蝶鹰，可是我心一软就让它飞过去了，没想到今天飞回来却灼伤了我的眼睛。如果再有机会，我肯定不会再如此心软了。你没有机会了。是吗？以前你对我们兄弟的确很好，你放心，以后你不会受什么委屈。季侯山，哦，不，谢谢你，我最尊贵的呼韩爷大单于。
难过。我把小公这孩子呀送到王香的家里，也算是了却了我一桩心事。嗯，王香将军夫妇都是好人呐，一定不会亏待这孩子的。我从小生长在原阳，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有着很深的感情。好好，那你说我当谁？我当李广，你当匈奴人，我追你跑。不嘛不嘛，哥哥你看陈汤他欺负我。婉儿别闹了，他当李广大将军当好人，让我当匈奴的坏人，我才不干呢。婉儿，谁说汉人都是好人，匈奴人都是坏人了？只要他们不欺负咱们，他们就不是坏人。不对，要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大汉的军队要攻打匈奴人呢？匈奴人都是坏蛋，没有一个好人。好人坏人只看心好不好，不在乎是什么地方的人。舅舅舅舅，我就是好人。你装的，又不是真的匈奴人，真的匈奴人就没有好人。我们现在不和匈奴人打仗了，大家和和气气的，也就不分什么好人坏人了。不过军中的将领们说，他们匈奴的那个卧眼居敌单于是一个大大的坏蛋，又凶狠又残暴。这个我知道，昨天爹爹说了，那个大恶人已经被匈奴的新单于呼韩邪单于给打死了。呼韩邪单于杀死了大恶人，那他一定是个大大的好人啦。那可不一定，他们匈奴人恶人打恶人都不是好人。你率部归汉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里你总是心事重重，好像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元兄啊，你我交往多年，我有些心头的旧伤疤却从未向你提起过，说出来也许我能帮你点忙。陈汤，我发现你真固执，一点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话。这是军国大事，知道吗？这是我们男人的事，你女孩子懂什么？女孩子又怎么了？你们绣花弹琴，别的事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我爱弹琴，但是我也爱听这些军中的事，那又有什么不好的吗？听了也白听，反正跟你们说也没用。好了好了，昭君，别争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免得辜负姑母担心。走，好，走吧。小公，我帮你拿。走，不用。走。父皇，这几天以来，儿臣见父皇忧心忡忡，不知所谓何事啊？元阳急报，匈奴呼韩邪集结重兵占领王庭，卧眼居敌自杀身亡。卧眼居敌一向与我大汉为敌，这是北部边患不断，现在呼韩邪已占据王庭，这不是件好事吗？呼韩邪出力对我态度不明啊，如今大汉不是孝武皇帝之时了，连年征战，国力军备大不如前了，一旦边关有事，只怕朝野上下动荡不安。值此之际，大汉要力求中兴，保境安民，就需要上下一心，朝野协力。可是偏偏有些地方官员只顾一己之私，而不计江山社稷，横行不法，惹得百姓怨声载道。庶子无国呀。父皇，儿臣有一言。嗯，时儿，你说说看。父皇，多年以来，父皇畅行法治，令行禁止，上下为之肃然，但所任用的官员大都是一些精通刑法律条，以刑罚来控制严戒百姓，居于严而施于宽，以刑严厉酷恩为难测为能事，全不思教化民众。这些人常年在地方为官，且不说有损朝廷的清明，一旦事大，
势必难于控制啊。说下去。天子号令四方，无暇顾及之处，必然是地方大员一手遮天。这些人自以为远离朝廷可以毫无忌惮，不仅培植党羽擅杀无辜，以致天怒人怨，更有甚者依仗个人的势力称霸一方，竟然公开违抗朝廷的指令，长此下去势必给朝廷带来社稷之患啊。你的见解有一定道理。而臣以为治国方略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那以你之见，而臣以为应该效法周朝，完善礼法，重用儒生，提倡教化。妇孺之见，我大汉立朝至今已立七代，自有大汉的制度，畅行法治，以法治国，无庸置疑。更何况为人君者应该恩威并施，王道霸道兼而用之，这样才能上保社稷，中景诸侯，下安百姓。怎么能像周朝那样啊，不顾社稷的安危，一味只图个虚名，用所谓礼仪来教化天下。周平王东迁之后，豪杰并起，利益所趋，弱肉强食，礼仪安在啊。这帮妇孺们不识时务，自以为是啊，每每出来指手画脚，借古讽今。哼，如果这样的人多了，世风浮华，人心浮动，与江山何异啊？空贪误国，断不可用。可是父皇，不要再说了，退下吧，你们也都退下。是。陛下，陛下为什么事发这么大的火啊？太子御父，将来误汉家天下的必是此儿。你怎么不说话呀？臣妾能说什么呀？青儿自己开衙立府，搬出宫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您看庭前的梧桐树已经落下许多叶子来，不知不觉又是一个清凉的秋天。是啊，青儿长大了，选择回宫来吧，啊，陪着朕好好的过一个冬天再说。西侯山刚刚夺了王庭，正是立足未稳，我们应该联络右御监王、修寻王等部落合兵一处，共同讨伐姬侯山，把王庭夺回来。对，对，把王庭夺回来，夺回来，夺回来。我们不如拥立右贤王为突骑单于，与姬侯山小儿分庭抗礼，让我们大家成为草原上的真正主人。对，单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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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骑单于，突骑单于。右贤王自立为突骑单于，联合各部率大军来攻，兵力大概不下十万人。现在我们人少，正面与之交锋，恐怕要吃亏呀！哼，怕他个鸟！我带人冲上去，先杀他个痛快！我也去。哈哈，别毛躁啊！家宴打得过大雕吗？鸡蛋
干嘛非要自己往石头上撞呢？啊！哼，小红叶死也要死在大江边上，好马驹子受不了恶人骑，难道让我们把王庭让给他不成吗？对。哎。兄弟，只要江山还在，小红叶长大以后一样可以飞回来。只要是一匹好马，长成千里马，他一样可以把恶人踢死。对，我们不怕今天失去王庭，可以先退到左地去，等将来强大了，王庭还是我们的。嗯，对。我就是不服气，怎么就认定打不过？打不过也要打。杜警官叔叔，你放心好了，将来仗有的你打。哎呀，我只怕你不是石头铁打的，仗打多了你会吃不消啊。我土地魂是石头铁打的，不信你就拿把刀来试试。好，那就试试。神爵四年，呼韩邪单于率人马主动退出王庭，回到了东部的左地。王庭被突骑占据，匈奴的右御监王自立为车离单于，修寻王自立为润镇单于。一时间，大漠之上单于分立，战乱风起。这股烽烟一直越过了重重边塞，飘到了汉都长安。好，哎，慢点。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张伯，张大人到，里边请。哦，哎呀，恭喜恭喜呀、啊！有劳有劳有劳。京房金大人过午拜寿。肖老太师，京房给您拜寿。有劳，请。平安侯徐大人到。平安侯徐老大人，望之区区晚辈，生辰见日，怎敢劳徐老大人大驾光临呢、啊？萧大人，您要是太客气，那可就见外了。啊，徐某见为太子的外公，萧大人则是太子的恩师，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这位是、哦、怠慢了，这位乃是当今皇后的宗亲王凤王大人。来，王兄，就此见过萧大人。晚辈王凤，拜见萧大人。单于，楼里奏一带人马向西边鹅伦察布湿地一带安扎，准备防止突骑追兵。好，坐吧，拿酒来。妈的，这个突骑老儿要打又不打，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大叔，有什么看法？自从突骑老儿占据了王庭以后，润镇车离是不服啊，他们纷纷自立，如今突骑老儿的势力可是弱多了。报告老爷，冯凤是左将军前来拜寿。哦，不用禀报了，快请。冯某自己进来了。萧老太师，冯某贺寿来迟，我先自罚一碗。拿大碗来。嗯，啊，好，来，请，好，请，请，请。哎呀，冯将军，边关重臣要务在身，怎么也有闲暇到老夫这儿喝杯酒呢？奉师此次进京，是禀报匈奴边事，
郑小丁说大人作寿，赶上门来讨杯酒喝。元阳边事如何？日前胡汉爷退走，屠骑单于抢占王庭，匈奴大乱，诸卿贵族纷纷自立为单于，气无宁日，我便在各地屡遭劫掠，百姓苦不堪言呐。奉师此次进京，就是奏请圣上与朱大人讨个良策呀。嗯，哦，依我看，砍柴趁天晴，挤奶赶早晨，我们兵分三路，一路向西缠住润阵，一路向南挡住车离，两旁佯攻造势不进，一来呢可以使润阵车离不敢轻举妄动，二来呢也可以麻痹突袭，使其混淆视听，疏而不备，在这个时候我军即可进发大军，中路急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突袭老窝，把王庭再夺回来。好，我这就带兵杀了突袭老儿，把王庭给单于夺回来。如果这是我们匈奴各部吴参谋大人的办法，肯定能一举成功，只是我担心。我也是担心这个，一旦汉朝军队趁虚而入，分而组织，各个击破，那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呢？上周已降，匈奴雄居塞北，屡屡犯我中原，掠我土地，杀我边民，一直是我大汉的心腹之患。圣朝以来偏乡袭扰，耗损国力，但却不能根除，不想其自相残杀，分崩离析，也有今日。老太师，依我之见，不如趁匈奴内乱之机，倾我国力，召集各路大军，彻底消灭匈奴，永绝后患。岳父大人所言极是，我们多年加强北方的防务，花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可是收效甚微，能不能泯灭战火？而如今匈奴内乱，真是天助我大汉也，我们不如一蹴而就，一劳永逸。金方大人想的太简单了吧。想当年高祖皇帝以士气之高受困平城，孝武皇帝以国力之强颠沛大漠，百多年来汉匈征战不断，和亲数度，但终于和而又分，分而又和，迄今难有结果。如今匈奴强悍狡诈，能征惯战，要想一蹴而就，谈何容易啊。嘿嘿嘿，此话差异，匈奴虽然强悍，但是兵微将寡，而我大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势甚强，倘若朝廷振臂一挥，肯定四方响应，众势云集呀。以如此强大的实力对付一个区区小的匈奴，恐怕是易如反掌吧。金大人，本朝实力和孝武皇帝那时候相比，不知道怎么样啊。如果真像金大人所说，那小小的匈奴岂不早就不存在了？怎么这么些年越打越多了呢？哎，这啊，徐老侯爷问得好，为什么这几年匈奴越打越多呢？那正是因为我朝有的人为匈如虎，谈虎色变，我们吃朝廷俸禄，怎么能是江山社稷而不顾，贪生怕死，袖手旁观呢？张大人，照你所说，不打匈奴就是贪生怕死啊。啊，好，我这就上朝请命，秦帅将士远赴关塞，与匈奴军死战。所以
当今之计，就想在各部之前先与汉朝议和。不行，匈奴人称雄草原大漠，素与汉人为敌，无故的向南蛮汉人低头，主动议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前后受敌。那也不行，雄鹰不能听山雀的号令，老虎也不能趴在绵羊脚下，我们匈奴人不能丢我们祖先的脸面。先祖也有不战讲和的时候，这没什么丢脸的。哎呀，北风将军稍安勿躁。哎，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各位大人可以轻易说说而已，但不知我戍边将士日夜寒光铁衣，整戈待旦，风餐露宿啊。还这样议什么呀，匈奴都内乱了，我们不如趁此良机。这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京大人可曾想过，假如我大汉轻易出兵，会不会使匈奴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对我大汉？如果真的如此，又当如何呀？这恐怕是画虎不成反为其犬吧。单于，你怎么说？哎，汉人并不是我们的族类，这南蛮子诡计多端，我们对他倾心相向，可他们是不是心口一致，另有所图，然后把我们一口吃掉呢？以后再说吧。父皇这一阵对我总是爱答不理的，魏公，我怕。太子啊，我听说前几天皇上又把淮阳王接回宫来了。父皇一直宠爱刘钦，大概是因为他离宫太久想他了吧。恐怕没这么简单呐。我以为我这一去就再也住不进来了。儿子快别这么说了，舍得母亲心都碎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这儿还是我的家吗？淮阳王，请不要着急，费力之事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错一步而毁全局，着实着急不得呀。不急不急，当初霍皇后谋害太子生母许氏被废，圣上本来要立我为后的，可是太子的外祖父许广汉说什么要吸取前车之鉴，说的皇上没办法，终于立了没有生过儿子的王氏为后。当时我就不服，你却劝我不急不急，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忍了，我听你的，我小心翼翼忍辱负重了这么些年，生怕某一句话在陛下面前说错而影响了青儿的前程。可是现在呢，你看看青儿都这么大了，皇上也屡屡流露出对太子的不满，可是你还是要我等等等，你说你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哎，现在徐广汉在朝中依旧是有权有势啊，圣上沦为阶下囚时，徐广汉不但精心侍奉，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这种救命大德再生之恩，是可以同生共死的深厚感情啊！朝廷之中上上下下谁能比及？况且后来许皇后又遭人陷害，死得不明不白，圣上对于许家的感情是
恩未报，旧又生啊，一时怎能忘记啊。再加上圣上身边那些太子太傅、萧望之之流的朝廷重臣，整日围绕着皇上规范纲纪、整肃礼法，不厌其烦，他们哪个都不是好惹的角色呀。照你这么说，这事儿就完了？当然不能这么算了，不过是没有十分的把握，不能轻举妄动啊。难道淮阳王的生母张婕妤一向被皇上所宠爱，当年若依皇上的意思，恐怕就要立他为后。如今太子建书于皇上，在这关键时刻他们又把淮阳王弄回来，究竟想干什么呢？太子啊，你的母后已经不在了，宫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你做主。我老了，年纪也大了，万一老汉闭眼一去，你的处境可就更难了。外公，所以必须要有新的力量支持你才行啊。新的力量？对，一点儿不错。舅舅，怎么才算有十分的把握？现在皇上对太子虽有诸多的不满，但这还远远不够，还不能使皇上回心转意，断下废立太子的决心。我们必须巧做安排，假以时日，使皇上一步一步的嫌恶太子，厌恶太子，最后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越在这个时候，越要沉得住气呀。好，我听舅舅的。冯将军，一路辛苦了。啊，王将军啊，听说你一回来就登上城楼，末将就急急赶来。嗯，不知朝中情况怎么样？与匈奴是合是战，朝中争议异常激烈，情况大抵和我们预料的差不多。皇上的态度怎么样？现在皇上的态度尚不明朗，但张伯京房一般文人近臣，他们脱离实际，丧失理性，不问清由，一力阻战，动辄慷慨激昂，极具蛊惑性和煽动力，颇能打动人心。只怕皇上最终受其感染，被他们说动，也未可知啊。你打算怎么办？事到如今，我们必须首先做好打的准备，一旦朝廷下旨征伐，即可现身沙场，不至措手不及呀。如果真的不得不走到这一步，实在是下下之策呀。哎呀，郑君，你不要乱动了，皇后娘娘一会儿就出来了。皇后娘娘到。臣妾李氏带领小女郑君给娘娘请安。免了，快坐吧。谢娘娘。娘娘一向可好啊，臣妾的丈夫王进也向娘娘您问安呢。嗯，这就是我族弟王进的女儿，小女王郑君拜见娘娘。好了好了，过来让我看看。面如满月，是个有福气的样子。要是有福气，那也是皇后娘娘您给的。不过不瞒皇后娘娘您说，当初臣妾怀着孩子的时候，曾经梦见月亮又圆又亮扑向我的怀里，一下子就不见了。
后来有个算命的先生说，这孩子啊，将来说不定还是个富贵命啊。哦，多大了？啊，今年刚过18岁。许配给人家没有？皇后娘娘，奇就奇在这事情上了。这孩子啊，以前也曾许配过人家，可是还没等定聘，那户人家的儿子就生怪病死了。后来东平王府也曾来下过聘，只是还没等议定，东平王爷也突然去世了。哦，这么一来呀，可就没有人敢再上我们家来议婚事了。我们家老爷怕耽误了郑君的终身，就托了几个看相算命的先生给他算了命啊，都说这孩子命硬，一般的人呢是没有福气配不上，还说郑君这孩子日后啊必定是大富大贵，而且还贵不可言呢。哦，有这样的说法？可不是嘛。